可以做好啲，我係話 IAQ， 即係室內空氣質素可以做好啲啊！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更新咗啦，參加計劃嘅場所最多有5年過渡期，我哋好多時留喺室內。IAQ 好咗，工作效率高啲，通風好咗，做運動有力啲，人都精神啲。IAQ 好啲，健康好啲。